节的那个系列活动。目前我们现场52号风街、双向风街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彩绘活动。我们现场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们，家长带着可爱小朋友在进行温馨的圣诞节彩绘，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想象，画出自己心中的一片天。那么很开心，我们现场这么多踊跃的移民来参与活动，也很感谢台北市议会，您是未来市议员参选人，也是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的发言人徐巧芯，要不要跟大家说个话？各位这个松山区的大朋友、小朋友，马武里长，各位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呢，到这边呢，我们有带了糖果发给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所以如果呢没有拿到圣诞糖果的，看到巧芯姐姐啊，要赶快跟我说，哎，我要一个糖果，我要一个糖果。那今天天气虽然比较冷一点呢，不过看到大家大朋友、小朋友在路边呢画得好漂亮又好热情哦。接下来呢，我们请台北市议会陈永德议员办公室主任凯金。各位敦化里的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永德议员的助理，很高兴今天来参加敦化里的圣诞节活动。好，我在这里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就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阖家平安，谢谢。谢谢凯金。接下来是我们台北市议会徐世勋议员办公室主任汪平。大家好，我是徐世勋议员办公室的助理，那我姓汪，我叫汪平。那今天就代表议员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那就不多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今天很荣幸啊，代表王宏威议员来到我们敦化里这边。好了，在这边我仅代表王宏威议员祝福我们所有敦化里的黎明哦，今天有个非常愉快的下午，也在这边啊，先提前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谢谢。好的。好，我有看到我们的美丽的许淑华议员正蹲在我们的马路上，跟我们的小朋友互动。那我们就待会再请他致辞。好。现场的敦化里的里民，大家可以排队的跟服务台这边领取号码牌。我们2点到4点是进行彩绘活动，3点开始我们有美食摊位，里长有准备了300只的鸡腿，还有各式的点心以及蛋糕要分享给大家，请大家踊跃参加，谢谢。接下来我们就欢迎台北市议会美丽的许淑华议员，请议员跟我们来致辞。抱歉抱歉抱歉，谢谢。好，谢谢李干事，还有我们吴里长，以及我们在座社区的好朋友，还有刚刚看到王宏威议员的主任、徐世勋议员的主任，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所有的好朋友、社区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圣诞节快乐！我想今天最重要就是我们社区办一个这么好的画画的这个比赛要让大家一起在大马路上画画，是我们台北市唯一的创举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社区大家发起这样子运动，让小朋友有地方可以画画，也谢谢我们里长还有我们社区的好朋友一起共同努力。那接下来呢，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所以要祝福大家圣诞快乐。那我刚刚有准备千多两。如果还有需要的朋友再来找我，祝大家暖暖的心、暖暖的意，然后一切平安顺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徐议员。我们现场的彩绘活动呢，是由我们那个微艺术团队小吴老师在带领。那么，我们彩绘活动呢，就交给我们的小吴老师来带领。可以拿起来。那画一张粉笔可以拿到5回4分钟。
是有唱。你等一下再来画。前面画可以建立哦，是哦，哎，公路一下，对啊，公路就可以了。这个你帮我踩这个吗？哦，哎，手脚并用，哎，不错。发现一个创举了，这是什么盖子？不过我画好圣诞吗？真的。这是什么盖子？水沟盖。对，污水的。这个水沟盖由你们三个管的。对对对，前面有人管一个。旁边没有空位可以画，不要就抢画。前面有人管一个中华电信的。不要跟弟弟抢。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个哥先来的，那个哥先来的，没有没有，没有，那你画这边，画一画，跟台北市政府，那个可以画，哎，建立水桶，污水盖都要画彩绘的，对哦，水沟，不是，不是水沟盖，提水盖，哎，赶快画。等一下，四个小朋友来看这边，来啦，四个，来抬头，四个抬头，对，要去给柯文哲看的，有你，哎，污水盖，哎，李姐。
平常这一整串好几颗。这个饭给它改快，哎，给它改一个快，哎，给它改，把它改快，把它改成快，可以改吗？可以。还是要在旁边下？妈妈，你为什么要什么那个？哎，赶快把它改成快。这个箭头给它改成左边，会不会？这个箭头把它改成往左边，哎，这样就有创意了。这个公共艺术还有国家艺术，公共艺术呢，就是它会随着时间、天气、人为的状况改变。你们觉得方便在地上多久？一天。没错，下雨过后它就会渐渐的变模糊了。这个就叫做公共艺术。随便你们跳，再录啦。数三跳，数三跳。